问天报告，问天转最后靠拢。问天最后靠拢，正常。问天报告，对接捕获。北极明白。问天报告，对接机构开始锁紧。问天报告，问天对接锁锁紧完成。对接锁锁紧完成。天河报告，组合体起控。组合体起控。各号注意，我是北京，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，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对接机构锁紧完成，组合体起控，交会对接正常完成，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。这是我们首次实施大型舱段的在轨的交会对接，也是首次采用这种半自主的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。总的来说，整个交会对接过程控制非常精准，完成的很圆满。欢迎问天舱从我们日思夜想的祖国向我们奔赴而来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航天员在太空观看发射任务，在浩瀚宇宙迎接空间站另一个舱段的到来。我们亲眼见证空间站的逐渐壮大，亲身参与空间站的建设工作，我们深感荣幸和自豪。非常感谢地面科研人员给我们送来问天舱，让我们的太空家园变得更加宽敞。我们深感使命光荣，也将不负重托，继续完成对太空家园的建造工作，完成中国空间站的搭建任务。今天，我要将这一历史时刻叠成一颗幸运星，把对中国太空家园的美好祝福写进星辰大海。后续我们还将陆续迎来梦天舱、天舟五号和神舟十五号乘组的到来，让我们共同期待着美好的时刻，共同见证璀璨星空诞生越来越多的中国奇迹，越来越快的中国速度。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，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，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，小朋友 baby 儿童孕妇完全都可以用，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